年幼青姐跟大人哥终于要再度合体了。电影《杜拉拉升职记二》当中，林依晨饰演女主角杜拉拉，周旋在仔仔周渝民跟陈柏霖之间。而且这次大人哥又是扮演追求林依晨的苦情男角色。林依晨在微博上抢先曝光两人在沙滩上的浪漫合照，让粉丝相当期待。你可以让我做你的朋友，但不只是朋友。偶像剧《我可能不会爱你》，幼青姐、大人哥荧幕眷侣的形象深深烙印影迷心中。之后两人虽然在观光微电影中演出婚后的生活，但仍旧无法满足粉丝胃口。四年过去了，两人终于再度合体出演电影《杜拉拉升职记二》。坐在沙滩上深情对望，林依晨不但在微博上抛出跟陈柏霖的浪漫剧照，更留言苏梅岛二度蜜月，粉丝们超级期待。林依晨在电影《杜拉拉二》中再度扮演个性犀利、独立自主的上班族，利落的套装打扮，粉丝们直呼根本是幼青姐在线。双手紧紧环抱，把林依晨拥入怀中，但她是仔仔周渝民，不是陈柏霖。电影中四名主要演员将大谈四角恋，陈柏霖在剧中再度扮演苦情男，饰演苦追林依晨的陈峰。最烂的戒指。在《我可能不会爱你》里，两人最终是大团圆，结婚收场。但《杜拉拉二》，林依晨将周旋仔仔跟大人哥陈柏霖之间，到底花落谁家？粉丝们都很期待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